那大家可以赶快去投票了。謝謝呼吁把握投票时间，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一早8点协同妻子陈佩琪步行到投票所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个平常心呢、啊，睡得脑、啊，反正每天把每天该做的事情做完嘛，一样啊。然后每一个阶段再计划下一个阶段，就这样。有啊，其实这几天因为就是比较做一些耗体力的一个扫街的过程，所以当然是睡得很好。那我觉得主席应该也是睡得很好，因为他鼻子过敏哦，睡到都打呼了，所以我相信他是睡得很熟。不止睡得好，夫妻俩也精心装扮。柯文哲穿西装搭配圆点的紫色领带，陈佩琪则是一身米白色洋装。今天天气不错，应该会好一些。下雨啊什么太冷就，当然一定会有影响。柯文哲一家不止他要选，和妹妹柯美兰角逐新竹立委，跟柯爸妈一同在新竹投票。我妈妈快昏倒了。我就讲吼，我是不爱让伊选的，因为我一日在你哄妈，在你骂啊，逐日骂，无笑三顿骂。啊！今麦你搁出来，搁叫三顿吗？哦，拜托拜托，我会惊。柯妈妈担心的选战攻击，随着投票登场也即将结束。TVBS 新闻黄玲杰、陈世明、陈玉文，新竹台北报道。1月13号 ，TVBS 新闻网开票特别报道 ，Facebook、YouTube 同步直播。下午3点，一切准备就绪。下午4点最及时准确的开票，下午6点大局鼎定，带给您现场第一手观察。晚上8点政治新局，美中台关系带给你最深入分析。1月13，锁定 TVBS 新闻网。